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烧饼，我是优酷的会员福利官。作为优酷会员的这个福利官，我真的是，就是我来这个节目就是给大家伙创福利的啊。这个下面呢送出十张啊优酷会员卡。你说到做到啊！啊，反正也不是我送啊，就是我先说了，不许剪啊。老师，你可以给我票吗？可以啊，他要的是我们相声的票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难抢了。你优酷先给个会员，先看看。那会员也给。会员给，我说给。烧饼老师会员福利官要给观众发福利哦。今天呢给大家伙带来什么福利呢，就是他们非说让我开箱一下啊。这个开箱呢我们德云社已经开开了啊，那我只能开我们的行李箱啊。虽然说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好看的行李箱嘛，但是它也是跟着我走南闯北。好，举例说明，里边带的这个保健品确实特别多，姜粉啊，生姜粉，冬吃萝卜夏吃姜吧啊，早上吃点姜啊对身体有帮助。因为这是我有点这个受潮体质，稍微湿气有点重啊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们的怎么，我这全是药，还有这个乳酸菌啊，活性乳酸菌，我反正每天早上来冲这个。还有你看咱这玩意全是药啊最近不这个老打拳嘛，保不齐有一点肌肉拉伤啊。我这个今天我来这儿呢起得有点晚，我就没怎么收拾箱子。其实我是平时我是一个很精致的，今天实在是没办法洗完了，就千丝万缕的就来了啊。然后呢带了一双鞋，这双鞋呢是上一次录制没拿出来，其实并不应该带一双皮鞋，我应该带一双运动鞋是吧，方便训练啊。然后呢你看这都没收拾啊，这个啊，像你看都是千丝万缕的啊，实在是这为什么非要这次开箱，好乱。这个好，这是一个电源的一个插头，我呢大概是花了400多块钱买的，这个绝对是上当，这个是被一个小朋友安利的，这个人叫艾弗杰尼。他就强力的安利我说一定要买一个这个充电插头，特别好。好在哪儿呢？充得快，然后可以充电脑。但是后来我发现我不带电脑出门。然后他就拿我手机给我下了个单，也不是他送的，我自己买的。枕头。这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啊，这个是一个从哪儿都带着的一个枕头，从哪儿都带着，我也不知道我这次打拳为什么箱子里头，它不是一个奢侈品牌啊，为什么箱子里边还有一块，我实在我也不知道我带他来打拳，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反正就出现在这个里边。当然跟我这个相声演员的身份呢，它其实也不是很冲突，对吧？嗯，就人家买什么奢侈品都是为了出门，我就是为了冲快玩啊。你看，多爱我们的艺术，嗯，哎，这个玉的，嗯嗯，这个，出门都得带俩乐器嘛。哎，你看这咱也不知道为什么都会出现在这个行李箱里，你看就是很神奇。这个饰品的一个袋子，各种项链，就是爱戴饰品，也是比较千丝万缕了。反正就是内裤袜子就不给你们看啊。哟，这好，这棒，这有一张我们酷喵的 VIP 的这个年卡啊。刚才这个碰到徐璐老师管我要一张票啊，票肯定是现在没有啊，但是我们这个德云社经常会在优酷酷喵这个 APP 上更新我们实时的这个演出，我希望我们的快乐能随时随地的
伴随徐璐老师啊，然后送他一张 VIP 卡。有带礼物吗？你们剧组讲究探班带点什么礼物，哎，什么的。但今天不是探班哦，今天就是劝你的训练结果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圣诞老人吗？相信啊。其实我们这个也有一个。你都准备了？有一个礼物。真的吗？对。我虽然那个没有票。然后就指着这个呢，先解一解燃眉之急。就我是优酷 VIP 的这个福利官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代表优酷 VIP， 然后把这个小小的福利呢就送给你。好，那你好好练习，我走了。好。2 hours later.